然不幸的游子很可怕，可是每次经过这条路时，我们也不能总是一起结伴走吧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可不敢自己走这条路了。看来开普被吓得不轻啊，我也觉得有点害怕。我也是，感觉会有什么跳出来似的。大家镇静，我们有四个人，他应该不敢随便乱来的。也不知道救援队打算怎么处置不幸的游子。怎么回事？不会是你的诅咒生效了吧？什么？等一下。什么声音呢？让开！别过来！不许对我们实施诅咒！我们小心！离开！我要过去，给我让开！为什么我会长成这个样子呢？闸门漏水了，怎么办呢？如果堤坝坍塌了，整个小镇都会被淹没的。水势太猛了，我快坚持不住了，快来人呐！这个嘛，有人在吗？救命啊！从哪里传来的声音？特瑞奇在水库的那边。天哪，特瑞奇正在用身体堵着快要垮掉的闸门。什么？海莉，你先过去帮助特瑞奇。好的。嘿，我们也抓紧时间吧。你是谁？我是救援队的，大家很快就来，你要挺住。好的。安巴，你去堵住闸门，不要让它垮掉。等特瑞奇让出来后，罗伊用适当的岩石堵住洞口。好的。特瑞奇，准备好了，波利。我也准备好了。特瑞奇，现在慢慢的退出来吧。罗伊，快点！马上就准备好了。特瑞奇，是你救了我们的小镇。太谢谢你了，特瑞奇。没什么好感谢的，我只是担心淹了我的地儿才那么做的。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特瑞奇，其实我们今天来找你是想和你做个朋友的。朋友？是啊，你就对我们敞开一点心扉吧，让我们能和你做朋友。不用了，反正我知道你们大家都讨厌我。那是因为大家都不了解你，我觉得你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的，相信我。没错，泡利说的对，就让我们大家看看你的真面貌吧。是啊，特瑞奇，鼓起勇气来，我们会帮助你的。可是我特瑞奇，快出来吧，我们就做朋友了。特瑞奇，今天不会还不出来吧？我也想见见特瑞奇。特瑞奇，要是你还没有勇气面对大家的话，我们改天再来好了。等一下，我马上出去。要出来了。看，大家好，我叫特瑞奇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很高兴认识你，特瑞奇。见到你很高兴，特瑞奇。我还以为你们看到我的大手会吓一跳呢。不会的，特瑞奇，你跟传说的完全不一样。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真的对不起。真对不起，特瑞奇。没有，现在你们能理解我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你能对我们敞开心扉，我们不知道有多高兴呢。不管怎么说，特瑞奇，欢迎来到我们小镇。欢迎来到我们小镇。
谢谢大家。好犹豫啊。有什么好犹豫的？只要把不想去斯普奇家玩的原因告诉他不就好了吗？天哪！怎么收集了这么多轮胎？我们走吧，波斯提。不可以，来都来了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我们叫一下斯普奇，要是他不在家，我们就走。那好吧。斯普奇，斯普奇，你在家吗？看来不在家。波斯提，刚才是你叫我吗？那个斯普奇，我们只是路过而已，下次再来找你玩。我听不清，你们还是进来说吧。早知道就不叫他了。斯普奇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我在这儿。你干嘛呢，斯普奇？我在把红色轮胎抽出来，我要用。赶紧停下来，轮胎会倒下来的。没事的。好了，真受不了你。斯普奇。轮胎真的好多呀，看来要想找对进去的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再不抓紧点，孩子们会有危险的。我看海莉先过去对孩子们实施救援比较好，其他人跟我来吧，我之前来过一次，应该可以记得进去的路怎么走。那好，大家抓紧时间。怎么办呢？波斯提，海莉在那红色轮胎的下面。我知道了，波斯提，这里就交给我们吧，你先到安全的地方等着我们。快来人呐，累死我了。罗伊，现在要往哪边走呢？四面八方都被轮胎给围起来了，我也找不到路了。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刚才也在这里看到过那个轮胎，看来我们一直围着这儿在转呢。我们三个得赶紧从这里走出去，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。快点，拉我出去，我快受不了了。你们再忍一下，很快就会救你们出来的。光靠我自己还早着呢。这边，上次好像跟着斯普奇路过这里。有两条岔路，你想不起来是哪条了吗？这个我也搞混了。过了这边就是斯普奇的家了。别紧张，罗伊，好好想想，应该可以记起来的。波利，快来吧，这里的情况不太乐观啊。对不起，海莉。再稍等我们一会儿，罗伊正在尽全力地找进去的路呢。不是叫你跟紧我的吗？快来吧。找到了，伙伴们跟我来吧。闷死了。真是没有尽头啊，伙伴们快点来呀。海莉你们来了，在这边。大家抓紧时间。凯普，斯普奇，你们还好吧？终于活过来了。什么？布鲁尼还得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吗？布鲁
诺比较忙，说要晚点过来。布鲁尼，你会乖乖在这里玩，等着哥哥来接你吧。呀吼，我喜欢在这里玩。吼吼，看来布鲁尼玩得很开心啊。你们也玩得开心吗？是的，这是他第一次来，我们大家都让着他呢。你们真是太棒了，对刚刚认识的小朋友都这么友善。嗯，哦，这里多了一个好玩的东西啊。你是说那个蹦床吗？这是前几天爷爷送给我的礼物。可米妮自己都舍不得用，很少让我们玩呢。那是因为爷爷说只有大人在的时候才可以上去玩的。没错，玩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是啊，那好，我们就先走了，要好好玩，等着布鲁诺来接你哦。好的，哥哥再见。哥哥再见。我要玩那个。不可以。布鲁尼，你难道没听到我们刚才说的吗？那个绝对不可以。不行，我就是要玩。就是不可以。快让开。呀吼呀吼，快下来布鲁尼。不要，太好玩了。太淘气了。从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要理他。好，我们还是不要这样了。你们快看呐，我玩的多好啊。哼，连风波都看得见，还看得见总部呢。大家都不要转头，让他自己玩个够好了。哦，要是掉下来就糟了。快看看我呀，我可以跳得很高很高。哇哦，快看呐。喂，哇哇，帮帮我朋友们。肯定是在逗我们，大家不许转头。帮帮我。嗨，孩子们，玩得开心吗？布鲁诺哥哥，布鲁尼呢？哦，天哪！布鲁尼，布鲁尼，哥哥，快救救我！你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小娟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，布鲁诺？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布鲁尼在玩蹦床的时候，不小心挂在树上了。大家注意，请大家马上行动。好的。你交给我们来处理，你和孩子们先到安全的地方等着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浩利，因为蹦床没有合适的地方安装安全气垫。我这边也是，大树被蹦床挡住了，梯子好像够不到。那好，安巴和我先把蹦床移开吧，然后罗伊负责上去救布鲁尼。好的。好的。我好害怕。哎呀，冷静点，布鲁尼，乱动会更危险的。大家抓紧时间，马上就好了。罗伊，快。好的。哎，海莉，再坚持一会儿。别担心。哎，哥哥，我怕。是的，相信我们。好了，海莉。罗伊，可以了。好的。你真棒，布鲁尼。我得救了。还没有，别太担心了，应该马上就会平安归来的。哟吼！好，
吧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啊！海丽，嘿嘿，怎么样？我帅吧？啊，螺旋桨哪里去了？这个车轮又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嘛，这是个秘密。还说什么秘密？还不赶快给我站住！海丽，站住！哎，等等，朋友们，海丽，啊哈哈！原来在跑道上奔跑这么好玩儿，哟吼！没事吧？我的尾翼好像断掉了。什么？海丽，海丽，你真是的。起来了，我的身体真的飞起来了。呀呼！朋友们，快看我！呀呼！我这是在做梦吗？不是，不是梦。白龙阿姨，你看，坎普正在空中飞呢。什么？哎，白龙阿姨您好，今天天气真不错，对吗？真不知道今天大家这都是怎么了。坎普，快下来，看上去太危险了。你快下来吧。我没事，安全着呢。我再飞得高一些吧。耶呼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救命啊！坎普，然后呢？安装上新螺旋桨之前，海莉只能待在这里了。因为没有螺旋桨，海莉无法飞。无法飞的话，就不能变身。哎呀，太过分了！不过海莉，你的车轮是谁给你的？我用我的螺旋桨跟坎普换来的。坎普？坎普竟然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情！唉，反正新螺旋桨快到货了，在此之前，你安稳地待在这里吧。百乐阿姨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小俊，坎普安装了一个奇怪的螺旋桨，在天上飞着飞着，突然掉到仓库屋顶上了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朋友们，孩子们的情况十分紧急。别担心，小娟，我们现在就出发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哦，来了。百乐阿姨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朋友们，快来救救我！安巴，你铺一下安全气垫。嗯。罗伊，你准备一下吊车。好的。嘿。快来救救我！坎普，冷静一点，奥利，得快点才行，坎普马上要掉下来了。快到了。Holy， 怎么了？伙伴们，我无法靠近坎普，因为我如果再往前一步，屋顶就要塌了。朋友们，海莉，你马上把坎普挂到吊车上面。坎普，没事的，坎普。罗伊，慢点往下放。好的。好了，我得救了。果然是挺像的，但是这件事我要马上去澄清吗？
哎呀，如果能授予勇敢市民奖，然后往店里那么一挂，店面气氛肯定比现在好很多。哎呀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怎么办才好呢？维勒，原来你在这里。马斯提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家都说你要被授予勇敢市民称号了，所以我过来祝贺一下。你说什么？大家都说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彼得先生也知道了。当然，我估计整个小镇都在议论这个消息呢。是吗？哎呀，维勒先生，那些事不是你做的，所以奖是我的。想想我都觉得害怕。不行不行，我必须马上去澄清事实。马斯提，你帮我看一会儿店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出故障了？彼得，威勒先生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那快过来，彼得，危险！威勒先生，你没事吧？腿动弹不了了。您别动，我马上去呼叫救援队。什么？你没能见到威勒先生？那个，我确实去了威勒先生的商店，好像有什么急事，让我帮忙照看一下商店，然后就走了。我把威勒先生可能去的地方全都找遍了，也没有看到他。啊，我们必须马上阻止事情变得更糟，这下可麻烦了。啊，你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乔娟，这里是工地，威勒先生出事了。说什么？我现在马上派救援队过去。大家抓紧行动。威勒先生，快点救我出来。您别动，否则会更危险。安巴，你检查一下威勒先生的情况。好的。木材坍塌的乱七八糟，要是碰乱的话，威勒先生会很危险的。罗伊，现在我们小心地把这些木材抬起来。海莉趁机把威勒先生救出来。安巴，你继续观察威勒先生的状况。知道了。开始，一、二，嘿，海莉，快！再坚持一会儿。海莉，等等，威勒先生的腿被什么东西给绊住了？找到了，你稍微抬一下，我给抽出来。知道了。罗伊，我们再慢慢的重新抬一下。一、二、三，呀！好了。哎呀！您可以放心了。哎呀，终于得救了。布鲁姆斯小镇各位居民朋友们，大家都久等了。我介绍一下今年获得勇敢市民奖的主人公威勒先生。威勒先生，真了不起！消息要宣布，今年还有一位同时获得勇敢市民奖的，他就是前不久勇敢地救下了孩子们的报纸上报道的那位英雄，彼得先生。原来不是威勒先生，是彼得先生啊！先生，真是恭喜二位，对吧？真的恭喜二位了。稀里糊涂的又借衣服穿了，下次有机会我借给你穿。得了吧，给你们拍张照。站好喽，很好，我要拍啦，茄子。一颗星，两颗星，
三颗星。马林。瑞菩提。你在干嘛呢？数星星呢。为什么？睡不着吗？是啊，今天很奇怪，就是睡不着。可是瑞菩提，你不是去野营了吗？等一会儿我再去。马林，你闭上眼睛吧，我给你唱摇篮曲。你是觉得对不起我才没去露营地的？好吧，那就哄我睡觉吧，我睡着了你才能安心的去露营地呀。那我唱了。睡吧睡吧我亲爱的马林，做一个美好的。我真的困了，谢谢你瑞菩提，我睡了。快来马林。马林快来呀。哇，太漂亮了。睡着了吗？哎呦，可睡着了，看来还做了个非常幸福的梦呢。朋友们，开始行动了。好的。再来一点儿。好，好的，下来吧。到底带谁来呀？这么晚了还不来？帮帮忙！天哪，那是怎么搞的？朋友们，小娟，我们刚刚巡逻完，正在前往露营地。先别说这个了，刚才海莉来电话说，特里和马林在云坡出事情了，现在请大家马上赶往那边。知道了，大家快一点。绳子要松开了，马林，再使点劲儿！这肯定是个做梦吧？大家再坚持一下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大家快点！没事吧？我们没事。安爸，没事吧？真的是太惊险了。什么？那大家在露营地里等的特殊客人就是马林吗？我听马林说，他从小到大一次野营也没有参加过，所以就想带他来看看。原来如此。对不起，马林，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没事，虽然去不成露营地，但是你们的心意让我感到幸福极了。这样看来好像我们又有了一项新任务呢。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吧？哇，我竟然能穿行于丛林，原来这个就是山谷啊。太好了，马林终于可以去露营地了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尽情的看吧，马林，这里就是布鲁姆斯森林。真是太感谢了，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山呢。马上到了，前面就是我们的露营地了。太帅了。快来，马林。虽然晚了一点，可是跟我想的一样，今天的露营最漂亮，最特别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马林也来到了这里。马林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我竟然能有如此奇妙又梦幻的经历。露营地比我梦里看到的更漂亮，谢谢你们。别客气，我们跟你在一起也很高兴。看那里，流星。您就别担心了，我用这个就能让您顺利继续施工了。
呸！看，快看，现在不漏了吧？嗯，这个真的是很神奇呢。真的很神奇。哦，米奇，海莉，那个到底是什么？这个，这是小娟新发明的万能软胶，还能当粘合剂用。嘿，这样。还能做成气球的神奇液体，哇，也不会爆掉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剩下的您需要时再用吧。好，海莉，真的麻烦你了，谢谢你，彼得先生。那个东西能借给我用用吗？需要的话就拿去吧，我现在用不着了。谢谢喽。难道他家哪个地方有漏洞？那是怎么回事？它怎么变大了？老天，这真是晴天霹雳呀！这样的话就不会漏水了。但是您最好还是早一点换个新水箱。知道了，谢谢。不过地面上为什么会积这么多的水呢？可别提了，海莉拿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。很奇怪的东西。好，快来看，快来看，不会爆的米奇气球。哇，太漂亮了，超级大呢，真的不会爆呢。神奇吧？对，很神奇。不过更神奇的是，哥哥你的身体正在飘起来呢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哥哥，哥哥，快让我下去，我要恐高症。先去寻找米奇。知道了。米奇，米奇，哦，找到了，米奇。你好，我的绿色天使。米奇，你清醒点儿。狐狸，赶紧！米奇失去了意识，现在越飘越高了。什么？而且气球越来越大，我自己根本无法控制它。你再坚持一会儿，海莉，大家加快速度。没有想到已经飘得那么高了。那么高的话绳索够不到，我们必须要先找一个让它降低的方法。那里我们使用沙袋怎么样？把沙袋挂在米奇身上的话，高度就能降低了。海莉，阿爸怎么样了？快点，米奇越升越高了。我们正在跟米奇挂上沙袋降低高度呢，准备就绪后再跟你联系，在这之前你要坚持住。我知道了。还挺重的，海莉能提得动吗？应该可以的。海莉，准备好了。好。好极了，这个高度绳索就可以够到了。罗伊，我们赶紧让米奇下来吧。嘿，好了，使劲拽啊。再用点力，再用点力。好了，
还没收拾完。不用管我，只是你要告诉我要扔的东西在哪里呀？哦，那边角落里堆着的就是，看见了吧？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扔掉吗？对，除了把打扫工具留下，其他的全扔，反正也不用。哦，知道了。然后呢？结果没有能够整理仓库吗？问小娟吧，我已经尽力了。那个都是我很珍惜的东西。那些东西你平常都不怎么用，不是吗？说是这样说，可是我讨厌自己的东西变成垃圾。也不能因为这个就一直在仓库里堆着呀。知道，找个时间我会整理的，可是不是这次，对不起。现在去做点事吧。哦，对了，今天跟瑞布提约好了要看机油册的。机油册放在哪儿来着？我放在书桌抽屉里了。哦，书桌昨天扔了。啊！我可怎么办啊？我的邮票。那么把这些东西送到垃圾处理厂就行了，对吧？嗯。好的，那我走了。辛苦了，太太，慢走。这里的垃圾都去哪儿了？刚才被泰坦带着去垃圾处理厂了。哦，什么？不行，泰坦！奥斯汀，你这是干嘛？有什么事吗？泰坦，站住！泰坦！怎么办？这样会错过的。立刻抓住泰坦！泰坦，波斯提！哦，天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在三号公路仓库附近，泰坦和波斯提出事了，请所有队员马上行动。好的。帮帮我！我们来了，现在放心吧。波斯提呢？波斯提在上面。啊！克里尼，这里交给我们，你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待着吧。知道了。罗伊、海莉，你们负责波斯提，我和安巴负责泰坦。好的。嘿，波斯提，稍等一下，马上救你出来。安巴，我把泰坦抬上来，你来帮我一下。好。开始了，泰坦，一、二、三，多久了？好了，洛伊，好的。哎呀！好了，救了，出来了。真的是晴天霹雳哦！真对不起，泰坦。我问你，波斯提到底为什么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啊？那个泰坦带走了我的书桌，所以那里面有我这一辈子收集的邮票呢。波斯提，你那个书桌被百乐阿姨拿走了。什么？那是真的吗？要是阿姨把邮票扔掉了可怎么办啊？布鲁诺，小娟出大事了。
出什么事了，布鲁诺？这里是普通大桥，麦克斯带着布鲁尼去总部的路上，在这附近把布鲁尼弄丢了。啊？什么？别担心，布鲁诺，现在马上派救援队员去那里。哦，如果布鲁尼有什么事情，可怎么办呢？看吧，要是早把他带到总部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大家冷静一点，罗伊、安巴，你们两个先跟我去普通大桥那边吧。嗯。海莉，你去各个地方贴一下布鲁尼的照片，请小镇的居民们提供帮助。小娟，留在总部等候消息。好的。我就自己带着你了，布鲁尼。对不起，布鲁诺。啊，来了！就是说，你和布鲁尼分开已经有足足一个小时左右了。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最好扩大搜索范围。嗯，罗伊，你沿着溪谷找，我沿着附近的公路去找。安巴，你去小镇里面找。好的。你们几个在这里等布鲁尼，说不定他还会回到这里的。啊，好的。那么大家快行动。哎，好了，大家仔细看看，如果见到他就打电话给总部。好的。布鲁尼，布鲁尼，布鲁尼，仔细看一下，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孩子呢？我真的没见过。是吗？好吧，那谢谢了。布鲁尼，布鲁尼，孩子们，你们见过这个小孩吗？没有，安巴姐姐。是吗？好的，谢谢。布鲁尼，布鲁尼。Holy、朋友们，情况怎么样？总部和海莉那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，这下麻烦了。天已经黑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布鲁尼？难道我看到的是布鲁尼？泰坦？哦 ，Holy， 见到你们太好了。这个孩子是布鲁诺的弟弟吗？是啊，你看到布鲁尼了吗？那个，刚才看到布鲁尼进了猫头鹰森林。因为距离太远，我还以为是布鲁诺，现在看来有可能是布鲁尼。泰坦看到的可能就是布鲁尼。嗯，我也这么认为。他可能是在森林里面迷路了。海莉。嗯，波利。布鲁尼好像去了猫头鹰森林、哦、我们随后就到，你先去森林里面搜索一下，可以吗？好的。哥哥，哥哥，去救援总部该走哪边呢？我害怕，哥哥，哥哥，布鲁尼，你在哪里？哦，那是什么？布鲁尼，布鲁尼，波利，发现布鲁尼的车轮痕迹了，我把位置传过去，你们赶快过来吧。好的，大家快一点。嗯。海莉哥哥，哎呀，你在这里，吓坏了吧？快出来！海莉，在这里，布鲁尼在这儿呢。平安无事就好，布鲁尼。我想回家。你个捣蛋鬼，知道哥哥有多担心你吗？哥哥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应该好好看着布鲁尼，不让他乱跑的。是啊，这次的事情，麦克斯和布鲁尼两个都有点大意了。好紧张啊！快打开。那我就掰成两半喽。哇，斯普奇，你太幸运了。
上面写着向西走的话，精彩的幸运等着你呀。竟然会有幸运等着我，太高兴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往西走吧，我来帮你找幸运。你为什么去找？这是我的幸运，又不是你的。嘿嘿，今天我的幸运讯息上写着，帮助朋友的话，我自己也会走大运。所以说你的幸运也就是我的幸运啊，所以刚才才帮助克里尼呢。当然了，所以说我们一起往西走吧。好，那么走吧，向西。哦，看那个斯普奇，那边为什么会有那个东西？或许是好运，一定有什么东西。哇，是蜂窝啊！到底还得往西走多远呢？我累了。加油，快到了。那边，那个山岭就是最西边了。什么？你说要过那条路？我去不了。不能放弃。看我们走到这里多么顺利，说明我们有好运相随。所以相信我，跟着我来吧，快点儿。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。瑞普提，等等我。吊桥摇晃起来了！别慌张，你这个样子连我都开始晃了。都说了不是我晃的，是吊桥摇晃得很厉害。快到了，快点吧！我真的要回去了。我在这里。斯普奇，吊环好像要掉了，斯普奇，加油！救援队马上就到了，瑞普提能坚持吗？我没问题。知道了，稍等一下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安巴，你在悬崖下面放置好安全垫。罗伊，你准备好救援装备。好。Holly，准备好了吗？现在放心吧，斯普奇，马上就把你安全地救下来。瑞普提，你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带你离开这里。别担心，我先救斯普奇。好了，海莉，斯普奇就拜托你了。好的。什么？想来农场体验一下？
嗯，斯库比和孩子们来你的农场进行一天的农活体验，来学习一下如何种植农作物，同时也了解一下种植农作物需要花费多少心血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可以吗？可是孩子们会喜欢来这种地方吗？当然会了，这是多么特别的一种体验啊！那需要我做什么准备吗？不用做任何准备，一切照旧进行就行。不过再怎么说也是有客人要来我家，按照平常那样真的可以吗？嗯，这下可以了吧。不过我总觉得还少了些什么，再添上点什么感觉更漂亮呢？哦，对了，鲜花。有了这些野花，我的院子看上去就更漂亮了。看起来这花的根扎得好深呐！特瑞奇，特瑞奇，嘿，哦。农场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帮帮我！特瑞奇！天哪，特瑞奇！海莉，帮帮我！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刚才海莉打电话说，特瑞奇在他的农场出事了，请全体队员马上行动。好。别担心，特瑞奇，我们马上救你出来。罗伊，你和我卸下几块板子，弄出点缝隙来。嗯，海莉安巴，你们去仓库里面协助援救。知道了。天哪，特瑞奇被货架给卡住了。马上行动。嗯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得救了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没事就好。我这才发现农场变得乱七八糟了。就是啊，栅栏也都倒了，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？孩子们马上就要来了，但是我发现农场不怎么漂亮，我想好好的装扮一下农场，就去山坡上采野花。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明天的邀请要取消吗？为什么取消？大家一起收拾一下，明天就可以正常接待客人了。没错，我们一起帮你。真的？谢谢你们。恢复原样了，你们觉得这个样子招待孩子们怎么样？我觉得现在非常好啊。我也觉得很好，我很喜欢那片绿油油的菜地，也很想知道整整齐齐摆在仓库旁边的农具如何使用。栅栏那边的山坡也漂亮极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院子里到处都是宝物。真的吗？是真的，特瑞奇，所以你就放心好了，斯库比和孩子们肯定会非常喜欢你的农场的。没错。雷迪，你
一会儿你能把这个大箱子装进马林的货仓吗？放心吧，把琪琪的货物装完我就给你装。谢谢，辛苦你了。哦，对了，马林，听说你这次要出趟远门。嗯，天气不好，所以我有点担心。是啊，这天气可不要变得更坏了，海上的天气原本就变幻无常。好了，琪琪，谢谢了，现在该给马林装载货物了。装好了，马林。谢谢你，雷迪。那我出发了，下次再见。再见，马林。成功了，现在正式进入探险模式。哦，什么声音？哎，憋死我了！谁在那里啊？马林哥哥，是我，陆迪。我的天哪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想要环海旅行，就偷偷跟着哥哥来了，能和你一起去吗？这可不行，我的甲板没有那么安全。拜托，就带上我一起去吧，我穿着救生衣呢。那也不行，我们必须马上回去。扶好了。哥哥，求你。怎么突然下雨了呢？马林没事吧？马林前往的那个方向应该没事，只有我们小镇这边下雨。哦，你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小军，是我，马林。马林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遇到点问题，正返回港口呢，但是风浪太大了，现在不能回来，天气十分恶劣，马林，你很难靠岸的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是陆迪现在在我的甲板上呢。说什么？风浪越来越大了，靠我自己恐怕很难回去了。马林，不要担心，我们马上出动去救你。嗯，哥哥，我害怕。再坚持一会儿，快到了。小心，陆迪。哥哥，陆迪，救救我。行吗？没问题，我来寻找马林，你们跟着我就行。好，大家出发。马林，杜迪呢？海浪盖过来，把他卷到西边去了。什么？罗伊、安巴，我和海莉去找杜迪，你们在这里帮助马林。知道了。哎呀，救命啊！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呢，怎么办？得让他们知道我在这里。对了，遇到危险时可以吹哨子。海莉，情况怎么样？雾太大，看不清楚。稍等，这声音是哨子的声音。我沿着声音的方向去找找。帮帮我！找到了 ，Polly， 跟我来。Polly， 海莉哥哥。海莉，快点！现在安全了，露迪。得救了。好了，波利，
好，现在我们回港口吧。不过马林哥哥呢？马林没事。哦，那太好了。站住！让我站住，我就站住吧。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是雪影，放过我，巴奇！马克，小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朋友们，有紧急情况，在野生动物保护区西侧捕捉到了遇难信号，信号很弱，我现在把位置传给你们，请救援队的朋友们马上搜查一下。别担心，小娟，我们马上过去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树林里面好像有朋友需要我们帮忙，我们先去救援，然后再去寻找偷猎者。知道了。信号马上就要消失了，我们得加快速度。差不多就是这里了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啊，朋友们，找到了，在这边。看那儿，在悬崖的下面。我和海莉下去了解一下情况，你们在这里待命。走吧，海莉。好。看上去没有任何动静啊。我们得抓紧时间。这两个家伙是？我看到两个家伙，两个都是山地越野车，其中一个是黄色的，看上去非常敏捷，另一个是橘黄色，背上还背着一个轮胎。霍利，稍等。怎么了，海莉？我觉得这两个好像就是偷猎者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跟我碰到的那位朋友所描述的样子完全一致。什么？仔细看看，肯定有可疑之处的。是捕兽器。看吧，他们就是偷猎者，我们必须马上抓住他们。听说这两个家伙很会撒谎，而且力气超大。尽管如此，那也必须把他们安全地救上去再说。你快上去，马上准备一下，开始救援。好吧。好了，罗伊，慢慢的往上拽。好的。好了，你们证明一下看看，你们到底是谁？好，现在正式介绍一下自己。救援队队员，我是马克，我是巴奇。原来真的是救援队的。对不起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，请你们理解。没关系，换做我们也会那么做的。不过我们还是要谢谢大家帮助我们。没错，能认识你们这么优秀的救援队员，真的很高兴。我们也很高兴。那个朋友又是谁呀？你说哪个朋友？就是那个跟我说你们两个是超级大坏蛋的那个朋友。你也跟我们一样被波切耍了吧？波切，他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捕的偷猎者。其实我们俩就是因为追波切才遭遇事故的。是吗？那个叫波切的家伙看来不是很容易对付啊。没错，他很会撒谎，非常善于四处逃窜，而且使用了无法预测的武器，害得我们陷入困境。所以看到你们被他暗算也不觉得吃惊，因为我们已经遭遇好几次了。真不像话，坏蛋就在我眼前，我就把他放走了。你再敢出现在我面前试试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，波切！
路真的很不好走呢。小轩，什么事？波利，马克，刚才充电站报警说发现了疑似波切的车辆逃离。什么？如果那辆车真是波切，他肯定会逃到森林里去的。好的，我们马上搜索森林。如果你们需要帮助，请联系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尽力配合的。好的，谢谢波利。看来我们必须协助他们一起搜查了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反正波切会到这里来的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波切现身，然后把他抓住就行了。但是我们的对手可是波切，我担心朋友们会受到意外伤害的。在这里等着，抓住他就等于瓮中捉鳖。海莉，发现什么没有？没有啊，找到了。波利，波切刚才进了森林。将位置传送给我，大家加快速度。马上站住！这些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竟敢来妨碍我！哎！大家当心！伙伴们还好吗？别担心我们，赶紧抓住波切！好的，海莉，快跟我来！放心吧！嘿！站住，波切！切！难缠的家伙，你现在已经被包围了，山岳救援队也在追捕你。真搞笑，他们已经被我打败了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波利，小心，下面是悬崖。什么？别动，我把你拽上来。救助完毕，波利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多亏你们帮忙，否则波利就危险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不过现在怎么办？罗伊和安巴也受伤了，波切也跑掉了。事实上，我们发现了波切的藏身之处。什么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我们其实是想自己去解决这件事而已啊。没错，而且我们没有想到你们会遇到这样的麻烦。哼，这太让我们心寒了。海莉，他们也是有苦衷的，现在知道了波切的藏身之处了，我们赶紧去那里看一看吧。现在开始，让我们齐心协力解决问题。就是这个洞穴，好像还没回来呢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很简单，我在洞穴附近做了记号，这样波切来的话我们就能知道。不错。波切出现了，请大家各就各位。就现在，波利，波切。谁？你是谁？想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布鲁姆斯小镇救援队的波利。就此收手吧，放开我！臭家伙，好久不见，波切。你既然抓走了无辜的小鹿，这次绝对不会让你逃脱的。用这种小细绳子，怎么可能抓住我？朋友们，马克、巴奇、波利，没事吧？不用担心，我们快去追波切。想抓我有那么容易吗？站住，波切！这次你不可能再逃掉了。我们不会退缩的。罗伊、安巴，来的正是时候。这帮家伙真是……让开！再不让开，我就发射武器了。偏偏这个时候，哈哈，赶紧束手就擒吧，没电了你也跑不了多远。嘿，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束手就擒。站住，不行。帮帮我，愚蠢的家伙，自己挖坑自己跳。快把我拽上去，把我拽上去。
请在开头帮我写上致亲爱的挚友瑞菩提。然后呢？上次事情都是我不好，请接受我的道歉。还得告诉他你不是故意的。对，我不是故意扔下你不管的，我真的是忘了。不过我一想到你的伤心难过就自责不已，这样写行吗？好好，太喜欢了。在后院里挑了一颗最漂亮的花种在花盆里了，他会喜欢的。太谢谢你们了。不客气。总之这次真心希望你能和瑞普提和好如初。我也希望如此，那我走喽。再见，麦克斯。瑞普提，吓我一跳。你在等麦克斯吗？我为什么要等他？他即使来了我也不会接受他的道歉。是吗？瑞普提，看哪，麦克斯又来了。哪儿呢？真的呀。我赶紧去仓库待着，你可不能告诉麦克斯我在哪儿啊，记住了。真是。你好，特里。你好，瑞普提可能在仓库呢。谢谢你，特里。那我就慢慢开始我的工作吧。朋友们，帮个忙。好的。瑞普提，你在里面吗？找到了。瑞普提，我不想理你。哼！瑞普提，你为什么老找我？真烦人！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不好！你怎么说，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瑞普提，拜托！小心，要小心！不用担心，这么点东西。糟糕，得赶紧叫百乐阿姨过来。看吧，都让你小心点了。就是，你有个奇怪的毛病，那就是不听别人劝告。我不会接受你的道歉的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拜托，别生气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别跟着我，再跟着我我就发火了。拜托，瑞普提。都说了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海莉，罗伊，你和我去救麦克斯。好的。快点！海莉，这儿。快点！麦克斯。麦克斯，现在可以放心了。得救了。好了，朋友们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好，大家出发吧。
不喜欢这个，也不喜欢这个，我就是想要宇宙超级球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好。哦，他们两个要去哪儿啊？不会是……他们去玩具店是干什么呢？哇哦！出来了！朋友们，布鲁诺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啊，伯克，那不是宇宙超级球吗？哦，麦克斯，那是我的礼物，对不对？不，不是，我也不太清楚。那我先走了。麦克斯，别走！什么？布鲁诺好像发现我们的秘密了。没错，因为刚才在商店门口遇见布鲁诺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要是他知道这里有他的礼物，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想打开礼物看的。这次我们一定要保守好秘密。去年生日前一天，礼物就被他发现了，弄得大家都好没劲呢。要不我们找个秘密的地方把礼物给藏起来？藏哪儿好呢？我觉得无论藏到哪儿，他都能找到。哦，我想起一个好地方可以藏礼物了，孩子们。是哪里？来，大家都凑过来。就是说呢，我们可以把礼物藏在这个地方。原来是藏在那里呀。他们说的就是这里吧？找到了，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一点点，救救布鲁诺！救救布鲁诺！孩子们，救救我！布鲁诺，我们来了，你不要乱动，会有危险的，安心的等待一下。海莉，查看一下井内情况。他被卡在井口了，非常危险，我们得赶快救援。海莉，你继续待在那儿守着布鲁诺。好的。罗伊、安巴，你俩做一下救援准备。好了，罗伊。很好，开始。小心，小心！布鲁诺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有点头晕。平安无事，真是太好了。也就是说，因为想把布鲁诺的生日礼物藏起来，所以发生了这种事。是啊，我们偷偷给布鲁诺准备了礼物，本来是想给他一份惊喜的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你们的心意。太可惜了，我的礼物。早就告诉你了，不要好奇的。Polly， 有没有办法给他捞上来呢？当然有。什么办法？慢慢的浮上来了。成功了，给你布鲁诺。万岁！礼物盒终于给捞上来了。谢谢，不客气。
渴了吧？没有更多的水让你们喝了，对不起。特瑞奇，你购买的种子到货了。哦，你来了，波斯提。我的天哪，庄稼全都枯了，真没有想到这么严重。再这样下去，估计我的庄稼今天就枯死了。特瑞奇，别哭了。这可怎么办哦？朋友们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，波斯提？我刚从特瑞奇的农场回来。你是说特瑞奇的庄稼快要干死了？这是千真万确的，我刚才听得很清楚，是波斯提说的。所以说，现在特瑞奇他肯定已经是绝望极了。怎么能绝望呢？特瑞奇那么精心种植的庄稼。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水啊！不能停，不能停！我的庄稼！紧急出动，紧急出动！特瑞奇的农场情况非常紧急，请全体队员马上出动。全部都要死掉了！不要太担心，特瑞奇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的。罗伊，你先给庄稼浇水。好，我们先把水灌进蓄水池吧。怎么这么快水就没了？霍利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正在往里面灌最后一桶水。海莉，好了吗？都灌进去了。安巴，你去打开水泵。知道了。太奇怪了。朋友们，这边有问题。怎么了，安巴？水太少了，水泵无法启动。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只有这么多水了。不可以，我不可以就这样放弃。有没有能找到水的地方呢？连蓄水池都干了，周边也好像是没有什么水源的样子。我的庄稼，我的心血付诸东流了。特瑞奇，坚强些，水要是再多一些就好了。特瑞奇，我们开始了。等等我，这些熊孩子们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听波斯提说了特瑞奇的处境后，我们每个人提了一些水过来。特瑞奇这么急需用水，我们可不能袖手旁观啊。没错，你们真是让我太感动了。太好了，这么多朋友都来帮忙，我们一起加油吧。水罐的水满了，特瑞奇，你打开水泵试试。哇！出水了！终于出水了！太好了！这水喷的着实欢快呢。太好了！特瑞奇，快看呐，庄稼活过来了！真的呢，我的庄稼活过来了。特瑞奇的庄稼活过来了！轰隆隆，超级雷电发威吧！
你们知道雷电长什么样子吗？我知道，雷电就是矿云层相撞产生的东西。我们车之间相撞，不也会撞到冒火星吗？不对，雷电是老天大发雷霆发出的呵斥声，他想吓唬做坏事的人。这两种说法都不对，天上的神仙打架就会产生雷电。雷电就是神仙使用长矛时轰隆隆咣，长矛击到盾牌上发出的声音。什么嘛，胡说八道。谁胡说八道了？我说的是对的。对什么对呀？你又没有在近处见到过雷电。什么？好吧，那我们明天就去离雷电近的地方看一下，到时候我们就来判断一下谁对谁错。你是说从近处看雷电怎么看？我们去银河树山坡，那里是我们小镇最高的地方，所以在那儿就能看到。好，差不多到了，加油。我太冷了。雨也下得这么大。其实我也很冷。要不我们先进去等着雷电好不好？好的。走。这里又冷又胖。再等一会儿吧，雨越下越大，应该很快就有雷电了。吓死我了。呀吼，神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，伙伴们我们快去看看吧。我其实很害怕。我也怕，我不出去。什么嘛，我们来都来了。那好，我自己先去看看，你们俩在这儿等着。真不明白有什么好怕的。不要啊，到底快来啊，我们俩被困在山洞里了。马上过来帮你。海莉，你带陆迪去安全地带等一下。好，你们两个跟我来。好。陆迪快走吧。Holy， 雷电太强了，很难接近洞穴。看起来我得去山顶上把雷电吸引到我身上才可以，你们趁机把孩子们救出来。吸引雷电？难道你打算启用防御保护装置吗？那可不行，不知道防御保护装置可以坚持多久，但目前看来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没有时间犹豫了，得赶紧行动。朋友们请相信我。知道了，小心点。玻璃防御保护装置启用。好，都交给我，来吧。雷电正在向玻璃聚集。快走吧，安巴。我好怕。我也怕。孩子们，我们来了，别担心，稍等一下。很危险，进去别站在洞口。好的。快点，防御保护系统快支撑不下去了。你再坚持一会儿。快出来，孩子们。好的。妈妈呀，跟我来。Holy， 我们都很安全。知道了。
来躲避朋友这么费劲儿呢？但是听说土九坡的风景非常不错，今天晚上我就留在那儿过夜了。站在风景如此美妙的地方，这探险的勇气油然而生呢。但是想要实施明天的计划，我得早点睡觉。哎呀，今天可真够忙的，眼睛困得快睁不开了。哪来的大风，刮得也太猛了。今晚你们可不能分开。好好好的突然刮这么大的风。瑞菩提好了吗？瑞菩提，特里，白了阿姨，你们俩今天也早点回车库吧。好，不过也不知道坎普怎么样了，他说过今天要待在森林里的，我们是不是得把这事儿告诉救援队？但是坎普再三叮嘱我们要帮他保守秘密的。没错，再说坎普不是野营专家吗？不会有事的。真的不会有事吗？你们能见到我不高兴吗？朋友们，你好，阿姨。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大家都担心坎普平安抵达了没有，所以现在都过来等着他呢。昨天晚上的风实在是太大了。其实我也担心坎普，所以过来看看。遇上昨天那种大风，很容易出事的。谁说不是呢？刮这么大风，管你在海上还是山上都不安全。昨天乘船的坎普到现在都没来，怎么能让我们不担心呢？听瑞菩提说没有收到任何音讯，那就表明没到。什么？没有收到任何音讯？这是真的吗，瑞菩提？这个，我是实话实说呢，还是不说呢？当然实话实说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看来只有说实话了。哇，好久没有睡得这么香了。这是哪儿啊？土九岩石跑哪儿去了？救命啊！朋友们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，海莉？坎普好像遇到麻烦了。听百乐阿姨说，坎普昨天就到达小镇了，但是后来他去秃鹫坡露营去了。什么？必须马上去找坎普，说不定他已经陷入危险境地了。知道了，海莉，你先去森林那边寻找坎普吧，我们随后就到。知道了。救命啊！谁能帮我停下来啊？坎普到底在哪儿啊？救命啊！坎普，坎普被困在野营拖车里了，现在正以很快的速度滑下山坡，我根本无法靠近，请求支援。知道了，海莉，大家动作快点。海莉，我们已经到达秃鹫坡下面，报告一下坎普的位置。他马上就要到达你们待的地方了。好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救命啊！就是现在。爸！不要啊！坎普，坎普。没事吧，坎普？朋友们。是海莉，她来做什么？海莉，
你好，雷迪。你干嘛呢，海莉？小娟说想吃鱼，我正准备钓鱼呢。你会钓鱼吗？当然，像这样抛出鱼竿，然后等着就行了。是吗？那我要不要送条鱼给阿姨呢？大鱼来喽！天哪，雷迪，太感动了。我想阿姨肯定会很高兴的吧。雷迪，你过来一下。好的。海莉，你钓鱼吧，再见。哦，好的。嗯，嘿嘿。上钩，上钩，嘿嘿嘿。这是什么？全部都是海草啊！海莉不是很自信吗？看来钓鱼水平一般嘛。这跟我的水平没关系，我钓鱼时连个鱼的影子都没看见。那人家彼得先生怎么能在那里钓到那么多的鱼呢？海莉，你是不是没用鱼饵啊？鱼饵？那是什么？鱼饵就是引诱鱼上钩的食物。对，我好像也曾经听说过钓鱼要用鱼饵。原来这样。什么嘛，海莉，你对钓鱼是一窍不通，还说什么去抓鱼？我还以为要有鱼竿就可以了。什么？海莉真有你的。那用什么做鱼饵比较好呢？到底还需要等多久啊？啊，真是困死我了。不能睡，不能睡。雷迪，起竿。阿姨，天哪，你竟然在这里睡着了。可能玩着玩着就睡着了。哎，大家一大早就起床开始干活了。对不起阿姨，我这就过去帮忙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想知道你抓了多少鱼。没，我一条都没抓到。我觉得我是不是什么都干不好？别灰心，雷迪。就是因为鱼也都睡觉了，所以你没抓到。是吗？哎，可是我好困呢。麻烦你们再快一点，马上就到离港的时间了。知道了。你们都快点吧，雷迪，你去把那边的货物取过来吧。知道了。怎么这么困呢？什么声音？醒醒，雷迪！不可以！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玩具鱼都掉到水里了！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百乐阿姨报警说，码头集装箱的货物掉进了大海里了，请所有队员马上出动。知道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慢慢把货物推到岸边吧。好的。
瑞普提，你在哪儿呢？阿姨，我在这里。天哪，这么黑，你怎么连灯也不开就干活呢？我没注意。现在开始，你要赶紧整理了，争取特里一来就能出发。差不多都干完了，放心吧，白罗阿姨。好，那辛苦你了。好，您出去时顺便帮我开下灯。知道了。哦，灯亮了。那我就继续搬箱子喽。吓死我了，这是什么动静？失火了，仓库失火了。什么事，小娟？刚才百乐阿姨打电话说码头仓库失火了，请所有队员马上行动。知道了。里面由我负责，其余的就交给你们了。好的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说罗伊，里面的火势越来越猛了，我进去帮你吧。知道了，你后退点，波利，我挪一下置物架。罗伊，怎么了？我的胳膊动不了了。什么？我来试试。还真是挺费力气的。凯莉，安巴，什么事，波利？二层的置物架坍落，挡住了入口。罗伊的肩膀受伤了，他自己很难应付，我们要帮他。哦，里面的火越来越大了，这样下去罗伊会有危险的。我们必须马上切断置物管，弄出一个入口来。好的。怎么这么长时间？谁说不是呢？罗伊，稍等一会儿，快好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坚持。可以了，波利。太好了，来，大家抓紧点儿。罗伊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，别管我了，大家先赶紧灭火吧。好。看来是昨天雨水渗入老旧的配电箱，所以引发大火。都怪我没有更仔细地进行检查，对不起。不是的，罗伊，都是我的错。要不是我把箱子堆在那里的话，也不会发生火灾的。对不起，罗伊，对不起，阿姨。虽然发生火灾令人遗憾，但是我觉得大家只要平安无事就好。我说，罗伊，你受伤的胳膊真的没事吗？哦，我没事，您不用太担心了。对不起，罗伊。你受伤那会儿，我应该让你马上去检修的。不是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了。总之，今天真的太谢谢你们了，你们真了不起。但是我希望你们以后也多注意自己的安全与健康，因为只有你们健康了，才能守护小镇的安全。好，我们会铭记在心的。说到这里，罗伊，这次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？你能替我听小娟的啰嗦吗？她见我这样，又该说个没完了。哎呀，这个绝对不可以！小娟的啰嗦我也受不了啊。什么？啊，肯定就在那边。哦，有，只要使用那台机器就可以隐身了，对吧？
小娟在呢。海莉，我能使用一次那台机器吗？这个吗？估计小娟不会同意的。我要是能用一次那台机器就好了。透明光线用在什么地方好呢？偷偷潜入敌军，窃取情报，进行间谍活动。救援队可不能做这种事情，还是找找别的办法吧。走了。透明光线难道就是从这里出来的？怎么用呢？哇，透明光线！我不会是已经隐身了吧？哇，是真的呀！哟吼，我成了隐身车了。帕利，总部没有什么事。是小娟，我得赶紧离开。这是米妮的，这是彼得先生的。哇，包裹怎么？救救波斯提！你好，克里尼。垃圾怎么会说话呢？那接下来我要去戏弄一下谁呢？那不是凯普吗？他想干嘛呢？我要走近一点瞧瞧去。为什么偏偏停在了这里？无论如何，我也得走到那里才行。好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了？救救凯普！谁呀、啊？要是知道了我是谁，你肯定吓一跳。我是来帮你的，跟我来。我不，放开我！我绝对不会被幽灵你拖走的，绝不！凯普，快来救救我！那不是斯普奇的声音吗？斯普奇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斯普奇，到底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呀？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出什么事了，小娟？刚才接到了凯普的报警电话，可能是斯普奇出事了。我告诉你们位置，请你们马上行动。知道了。冷静点，斯普奇。怎么办？我们要是判断失误，反而会让斯普奇更危险。看不见他在哪里，很难给他安装安全装置。有没有什么办法呢？波利，我们用白色面粉试一试吧。面粉落到了斯普奇身上，我们就能看到他了。好主意，我们马上试试。斯普奇，开始了，稍微忍耐一下。知道了。很有效果，面粉落在斯普奇的身上，渐渐就可以看到他的样子了。嘿，好了，罗伊，你继续撒面粉，让我们能够看到斯普奇。放心吧，安巴，走。求你了，小娟，帮帮我吧！以后不会再随便动别人的东西了吧？我记住了。也不会开这种危险的玩笑了。我发誓。好，我就相信你一次。解除光线发射。成功了吗？真奇怪，怎么看不到斯普奇？什么？你不是说只要光线照一下，我就能恢复原样吗？就是呢，不应该这样啊！难道机器坏了？怎么会呢？那怎么会看不到它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快点，邓普，没时间了。
布鲁诺，拜托你慢一点走吧。现在走得很慢啦。别这样，只是爬坡的时候，帮我拿一个箱子行吗？不行，那样连我都会变慢的。快点，这样会错过超级碗比赛的。真是的。布鲁诺，帮帮我！都说了不行了。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收到报警电话说，邓普在云坡下面被压在农场的干草堆里了，请大家马上出动。好的。为了这些草垛，伤的才不严重。爆掉的轮胎马上给你紧急处理，不管怎样，没有受伤真是太好了。谢谢朋友们。不客气。顺便问一下，那些货物怎么办？货物？对了，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完呢，完全已经变得乱七八糟了。彼得先生知道了会大发雷霆的。都是因为我，真对不起邓普。我早点帮你的话，现在应该已经完成工作，及时看上超级碗比赛了。朋友们，有没有办法可以将这些分类装好呢？这个嘛，虽说不是不可能，但好像得花费不少时间呢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沙子和钉子全部都混到一起了。有什么好办法呢？想起来了，用电磁铁手怎么样？利用磁铁只能吸住铁的特性。对，钉子是铁的，当然可以被磁铁吸起来。沙子是不会被磁铁吸起来的，用电磁铁把钉子全部吸出来，然后把剩下的沙子都装起来。这是个好主意。那我们在这里处理完剩下的事情，你快去把电磁铁手拿来吧。好的。拜托了，海莉。邓普，开到工地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谢谢恩巴。哎呀，真是太幸运了。朋友们，电磁手拿来了。辛苦了，海莉。那么我们把最后的任务完成吧。哇，吸住了，吸住了。现在把它们装进箱子。哇，太神奇了。这就是电磁铁的力量。多亏了海莉，应该很快就能干完了。是啊，海莉把钉子收了起来，那咱们就把散了的沙子收起来装好吧，怎么样？好啊。等一下，这样的活还是交给我吧。这是我的专长嘛。谢谢布鲁诺。不客气，朋友的事当然要帮忙了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好，现在安安全全的装好了，应该没有问题了。不重吗？我再帮你拿点吧。不用了，没事。朋友们，今天真的很感谢呀。不客气。我们走了。路上小心。
大叔也真是的，百乐阿姨如果没有发现的话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这还不是大事，烧得很厉害吗？是吗？还有大叔，你那样什么都不吃是不行的。可是我没什么胃口啊。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东西呢？想吃的东西，要说想吃的，山草莓为什么突然提起山草莓了？那是威勒先生病得很厉害。什么？威勒先生生病了？可是他别的东西都吃不下了，只是说想吃一些山草莓。可怎么办呢？上次的山草莓已经是最后的了。对呀，不是说树林里有蛇吗？不，我才不害怕蛇呢，一点都不。再怎么转都没有看见呢，到底在哪里能找到山草莓呢？那个是山草莓吗？过去看看。哎呦！救命啊！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刚才海莉报告说，特瑞奇在云雀谷发生了事故，请所有队员马上出动。好。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。别担心，稍等一下，我们马上就下去救你。好的。我跟安巴下去，罗伊和海莉在上面帮忙，可以吗？好的。吓坏了吧？马上就带你出去。谢谢安巴。怎么了，特瑞奇？那边有很多蛇。什么？天哪！我们好像掉进蛇窝里了。关掉电灯，保护特瑞奇。好，特瑞奇，你紧紧跟在我身后。只要大家沉着应对，不会有什么事情的。安巴，我负责对付蛇，你快带着特瑞奇离开这里。好。搞定了。海莉，什么事，鲍里？看起来我们是来到蛇窝里面了。什么？我们出去之前，帮我们看着洞里的情况。好。好了，镇静一点，我们并不是想攻击你们，只想把我们的朋友从这里带走。波利，左边也过来好多蛇。什么？安巴，你快点。太好了。罗伊，把特瑞奇拉上去。好的。波利，你也快上来。别担心，冷静一点，我们来之前并不知道这里是你们的家，现在就出去了。原来是为了给威勒先生摘山草莓才这样的呀。可是在这里哪有山草莓啊？那边岩石后面，我爬过来的时候好像看到了。是吗？那边是悬崖呀。哇，朋友们，这里真的有好多山草莓啊。
真的？哇，太好了，威勒先生能吃到山草莓了。昨天收尾工作确定做好了才走的吧？当然了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材料都被雨淋湿了。看来昨晚风刮得特别厉害啊。这可怎么办好呢？本来就刻不容缓了，还出了这样的事，火车站好像没法按期完工了。彼得先生，我和布鲁诺现在就去材料工厂去取木材。对，只要能把木材尽快运回来，完工是没问题的。过了那边的隧道就是材料站了。隧道禁止通行，怎么办？走青蛙大桥吧，现在走那里最快。怎么办？这样下去又会迟到的。不要太担心了，不会太晚的。不行不行，就算晚一分一秒也绝对不行，再快点。知道了。大事不妙，禁止通行。走青蛙大桥吧，现在走那边最快。好的。快来。等一下，不能过桥。朋友们，对不起，能让我们先过吗？我们赶着去参加竣工庆典呢，已经迟到了。能理解你们，可是我们也得尽快过桥啊，现在得立刻取木材回来。我们真的很急，如果我们晚了，竣工庆典就会搞砸了。现在重要的可不是竣工庆典，这样下去火车站就没办法如期完工了。对我来说，竣工庆典更加重要。对不起了，我们必须得先过去。特里，往前站。不讲理，快回去。我们快点过去不就行了吗？特里，快点。根本就走不快，桥太窄了，搞不好就卡在桥上了。这样下去得在这儿过夜了。不行，邓布，跟我来。去哪里？特里，我们是在往前走吗？再快一点啊。在走着呢。他们这是去哪里啊？他们想干嘛呀？不会是想跳过去吧？哎呀，好了，成功了。布鲁诺，灯火。瑞普提去哪儿啊？帮帮我，瑞普提。等一下，来抓住我的手。怎么办呢？什么事，小娟？邓普、布鲁诺，瑞普提在青蛙大桥附近发生了事故，请所有队员马上行动。是。这边！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帮帮我！大家不用担心，马上就来救你们。罗伊，准备起重机，其他的人全部跟我下去救援。好。是啊，心里越是着急就越是容易出事故。对不起，因为我们事情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不管怎样，大家都平安无事，这是最好的。真是太对不起大家了，我如果不耍那些没用的脾气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瑞普提，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明明知道你们的情况，可是还不理解你们。是啊。火车站竣工仪式把大家都弄得焦头烂额呢。
彼得先生，我们帮您一起施工怎么样？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干，说不定能按计划完工呢。真是个好主意，我们也尽力帮忙。沿着布鲁斯小镇的铁轨，斯普奇在路上飞驰。沿着铁轨应该就可以见到崔诺了吧？等等我，崔诺，斯普奇来也！崔诺，崔诺，这里就是以后我要经过的布鲁姆斯小镇，为庆典增光添彩的崔诺来喽！肯定会沿着这条路来的，难道我来得太早了？哦，好像来了。我是今天的嘉宾，阳光帅气的崔诺。哦，天哪，小麻雀，我警告你哦，别坐在这里。看不到啊。这只小麻雀，你飞来飞去挡住我的视线，这让我很不方便。哦，谢谢。你好，崔诺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让开，站在那里太危险了。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让你躲开，我没办法立刻停下来。他怎么跑得这么快？卡住了。崔诺到底到哪儿了？快闪开！哦，闪开！快闪开！别过来！怎么办？天哪！斯普奇，危险！快让开！轮胎被卡住了。什么？赶快改变一下轨道！崔诺！不要！快停下！不要！斯普奇到底去哪儿了？还不来？庆典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就是啊，难道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海莉，出什么事了？海莉，这里是交叉线路附近的山谷，崔诺还差一点就掉进山谷里了。什么？看来我们得请山岳救援队过来营救了。车体慢慢往下倾斜，再拖下去，依靠我们的力量就无能为力了。知道了，海莉。朋友们，我马上请求支援，请你们现在赶快赶往事故现场。好。别担心，小娟，我们马上赶过去，你把地址传过来。谢谢你，马克。哈利，你还能再快点吗？当然，大家装好了，全速前进。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。朋友们正在来的路上，你再坚持一会儿。差不多到了，大家做好下去的准备。好的，好的。悬崖下面就交给我们了。好，那我们负责上面，赶紧行动起来吧。马克，马奇，快，马上就来！我要掉下去了，抓紧，我别动手！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。海莉，这里交给我们，你快去帮卡莉。知道了。好了，卡莉。好，往上拉吧。救了。
崔诺，向大家表示感谢。不用客气，你没事就好，崔诺。马克、巴奇，多亏了你们，才能顺利的救下崔诺呀。真的很感谢。不用客气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赶紧去庆典现场看看吧。